是慎思的，啊，所有能祛风的药，能够祛风的药都是能够祛湿的药。好，知道我意思吧？能够祛风的，所以祛风的，比如说这个把风感动嘛，一感动，好，所以你看白芷呢，它疗风邪为散风的药，那祛风的药呢？好，白芷是祛风的药，味道是辛，它主散，好，所以它能够去这个，啊，这个湿，啊，那脸上的条啊，青春痘，啊，前额痛，那乳房呢？乳房因为阳明经直接经过乳房，所以乳房的肿，好，乳癌、乳痈，好，我们通通可以使用。那这个元素呢，他说解力手阳明头痛，阳明头痛就是好额头。唐龙川呢，他说白芷辛香，味道辛香，颜色是白，你刚刚看到了色白入肺啊，那又阳明经根性又主身，所以能生散肺和阳明的风寒。好，这个白芷呢，这个使用的地方啊，这个你最主要了解它的功能。好，那我们临床上在使用白芷的时候，只要看看这个是你岳母，好，那白芷用五钱，因为他是用阳明经嘛，哈，他白芷里面有油脂，啊，滋润皮肤，看着颜色会很美丽，好，然后岳母，我让你吃年轻美丽、青春有度的药，好，你相信我，如果你不晓得摆平你岳母，我帮你摆平，我保持他服服帖帖，啊，岳母对你很好，另眼相看，好，这个白芷，那除了内服以外，可以外敷，啊，可以做粉，你用一些啊绿豆。好，绿豆、薏仁啊，很多粉哈，泡在一起。我们的过去玉鸡散有没有哈？其实都可以使用。好，那这个美颜的嘛哈，再来呢，诸位看这个174，诸位看这个阴阳藿这个叶子，好，像叶子，好，它的叶。边的边缘呢，它有很多的刺，小小的刺啊，注意仔细看它的边缘啊，这个叶子它的边缘，比如说这是一张叶子啊，它的边缘呢是这样子的，小小的芒刺啊，仔细看啊，仔细看有小小的芒刺，这个是草药类里面啊，能够壮阳补肾的固精的药啊。所以男人的肾药啊，男人的肾药。那老师啊，我那个八极天肉中荣，对不对啊？阴阳藿，我这是很凶了。为什么叫做阴阳藿呢？啊，这个历史上典故很多。他说啊，四川的西北方，啊，四川西北方有一种阳很阴啊，一天啊要交配上百次啊。啊，那就是研究这个羊为什么那么厉害，就是发现羊吃这个草，要阴阳好，阴阳藿，羊喜欢吃那个草，吃了之后兴致盎然，啊，性欲大增，无法控制，所以他就一天要交合上百次，哦，这个名字就这样来的，哈哈，啊，那这个那有没有效呢？诸位吃吃看就知道，好，哦，我不做置评，好，哦，我这跟诸位说很有效，哈，哦，很有效，哈，哦，那这个辛苦性温。诸位记得，辛，好，哦，它味道又苦，苦能够坚，对不对？辛能够发散，好，哦，性药性又是温的药，好，哦，不是寒的药。我们那个要滋补的药，很少寒凉的药来滋补的，好，哦，所以经方很少说用你凉补，我们不用凉补，我们用温补或热补，我们很少用凉补，寒凉了那个凉补，我们不赞成，好，哦，那个凉，你那个本来要热，怎么你那个凉下去的好？那阴阳藿就是。性的药性是温热的哈，所以它主治呢，啊，壮阳益精的药，好，能够治阳痿经痛，好，那老师那个我那个阳那个男人的那个啊那个这个屌痛啊哈，按照这个李敖说的哈，这个怎么办呢？啊，那阴阳藿好就可以帮你治好，啊，诸位记得痛，啊。痛是因为不通是痛，啊，那到底是什么不通？一个是你有石头堵到里面，有东西堵到里面不通；还有一种是寒，
寒就是血管缩小，各方面的那个管道进去的管道循环的系统都通缩小了，三焦淋巴系统也缩小了，所有东西通通缩小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热压下去把这个寒水化掉，才会气血才会流畅，就不会痛了嘛，哈、哦。所以痛，那你怎么会痛在那边呢？哦，对啊，一定是寒嘛，哦。那他如果是继续寒，本来是痛，结果他吃的那个药一缩小，缩得更小，那当然就不痛了，因为没有那种热嘛，哈、哦。那他一胀起来的时候，他就会痛，因为里面是寒。那同时呢，它可以消累瘰疬哈，还刺痈哈，这个都可以哈。那这有几个样，这个几个地方我们自己要更正一下哈，就是那个壮阳的壮字哈，应该写错，壮年人的壮，啊，这个别入呢，下面说令人无子，是应该是令人有子哈。好，这个大名呢是丈夫厥阳无子，女人厥阴无子都可以使用哈。所以补腰膝强心理，这是很好的一个。滋补的药啊，就阴阳藿啊，滋补的药非常的好用。那滋味呢，可以使用。你除了平常汤剂里面啊，这个老师，我这阴阳藿，这个给我岳父5000，对吧？哦，这个你自己吃1两，好。那这个泡酒当然也可以泡酒啊，对，可以泡酒啊。这看你自己。那女人可不可以吃一样？你说老师这个滋补男人错了，中药是双向的。因为中药没有什么男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没有，中药只分阴阳，所以说不像你如果拿女性荷尔蒙给我吃，完啦，好，我吃，对不对？那我太太说我们离婚算了 ，No more man， 你不是男人了哈。所以说这是西药跟中药不一样，中药呢不会，男人壮阳，女人呢也可以壮阳，好，所以那个结婚很久5年10年都不生小孩，阴阳藿一样可以用，8几天可不可以？肉中都可以用。的中药，因为我们没不会说，哎，这是男性荷尔蒙，所以如果说哪个家伙哈说这个中药这个是男性荷尔蒙，那是混蛋，那破坏我们中药名声就是那种人，你懂不懂我意思？这荷尔蒙本来就是在动物身上才有，怎么在人身上呢？我们为什么这个药会有效？因为这个药下去会刺激你身上产生这个东西嘛，了解我意思吧？那我刚刚不是讲很勇猛吗？各画个叶子，旁边都是刺嘛，给你看，彪悍的哈，对啊，你碰到它有刺的，刺痛的哈。这个，而且一般的刺呢是生在树茎上面，茎上面生刺啊，不是它生在叶子旁边，啊，毛毛小小的刺，你可以看，好，那四川川北的这个羊特别喜欢吃啊，特别喜欢吃这个叶子，好，它吃这个叶子长大了，所以哇很补哈，很补，所以你可以吃啊，好，那这个药呢，好，这个它凡是。你看后面禁忌虚阳易举，梦遗不止的哈、哦，这个一般的有虚阳或者是叫阳强，还有人阳强，整个里面下不来的，已经强在里面下不来。你说老师阴阳藿，那你就害死，你就害死人，对不对哈、哦？你要想办法让他阳消下去的药，哦，我们可以让他消下去啊。你看阳强，你看你说他是很热，对不对？下石膏啊什么，一下就阳下去了，哦，这很快的哈、哦。反过来。你如果吃石膏吃什么？吃的胃火没了，阳火也没了。好，老是吃这个药，为什么起不来了？对，起不来，没办法，你要减肥还是要壮阳？好，好，先瘦再说了。好，有时候会药会冲突的。好，那这个是阴阳藿。那你如果说拿来泡酒，我跟他讲啊，你如果泡一壶一个白酒哈，一桶酒，里面是那个米酒啊、哦，米酒，那你丢了。阴阳藿丢一点8几天肉中中对吧哈，哇那个很凶啊，那个覆盆子哈、哦、那什么啊、哦、哇那个纯是纯补的，那你不要一次全喝完哈、哦、那太猛了哈、哦、一小杯一小杯喝，那个喝的酒因为酒性是上升的，你再吃这个补药才泡了现在开始泡，夏天开始泡，冬天开始打开来吃啊、哦、一杯下去翘起来就不要再吃了，不然的话你翘一个晚上怎么办，对啊，那个太过也不好。那阳强不下，对不对？那你我们要把它降下去，还很麻烦，所以说适可而止。好，一小杯是可以，一小杯自己泡药酒可以，但是绝对不要过量。我先警告你，不要过量。然后过量3天下不来，你要打电话，老师我怎么办？怎么办呢？我就不告诉你，啊，在一个礼拜再告诉你，让你尝尝哈。这个这样，这个好，这个不好，不好，啊不好，嗯。我们再看。175这个黄芩这个药，
经方里面用的非常的广啊，非常的广，非常的多。经方只要张仲景用的很多，我都会讲的更细啊，讲的更细。将来你们遇到黄芩的时候，不管是黄芩汤啊，什么时候小菜，我用了用，只要看到有黄芩，哦，张仲景在这个时候用的黄芩啊，啊，就会更了解这个黄芩的药性。我讲过嘛，前面开宗明义就跟诸位讲，最好的胎炉药炉这个书没了，那我们张仲景会挑这个药，那么多风湿的药，那么多曲折的药，他别的药不挑，挑黄芩，一定跟那本书有关系，对不对？好，所以现在没了没有关系，我们回头去看，好，回头还是可以找出他的蛛丝马迹。好，本经神农本草经原文说，黄芩呢，味苦无毒，好，治各种的症，黄疸，好，肠痹下痢，好，能够排水，好，利尿，好，这个所有的黄，我们会用到黄芩，啊，黄芩，那这个它是味苦性平，好。这个黄芩呢，在主治的，好，是清热的主要的药，能够去心肺大小肠诸经之热，肝胆的火，好，主治黄疸，好，下痢，好，下痢的话，你知道它是清热的药，那寒痢呢？寒痢就不要用。老师，那你说寒痢跟热痢，我怎么区分呢？很简单，请问你大便是，你有大便臭还是不臭？我大便没有味道了，我吃玉米就拉玉米出来。啊，那个寒痢，这寒痢的时候就是寒就没有消化嘛，对不对？你吃了空心菜拉空心菜出来，吃了玉米拉玉米出来，很好。我看你黄芩一下就拉得更凶，为什么？因为寒对寒，对不对？你说老师，那热痢是什么？热痢是拉出来很臭，好，消化了但排出来就是湿，哇，很臭，又湿又臭，很酸味，哈。那哦，这是热症，里面是热嘛，哈，就开黄芩。那肝胆的火，像肝病，肝好像你 B 型肝炎，像我们只有 B 肝、C 肝，好，肝癌、肝硬化，我们都会使用到。啊，也就像肝硬化到了癌症的阶段的时候，寒热并结，寒热并结的时候，你要去寒的药也要有，去热的药也要放在里面，同时会在一个方子里面出现。那还有呢，胆，我胆，然后是胆里面有火啊，这胆结石阻道啦，啊，我们会用到黄芩，啊，诸如此类，恶心啊什么样都会用到黄芩，啊，所以黄芩的用途非常的多，热力下力的时候，我们有黄芩汤，啊，都会使用到黄芩。好，那这个黄疸。好，全身发黄，好，那天行热局，女科养阴安胎，好，也可以安胎，好，因为女人在怀孕的时候，哈，一人吃两人补，所以女人在怀孕的中间，大部分出现都是热症，啊，所以很多的妈妈呢，很好玩，她在做小姐的时候，一年四季脚都是冰的，等到她结了婚，一怀孕以后，哎，身体热起来了，好，那很多太太们呢，在怀孕之前每个月月经都痛，等到怀完孕生完小孩后，哎，月经都痛就没了。哦，所以你知道这个孩子真好，一定很孝顺我。你看看我以前都痛经，现在因为生完他都不痛经了，这个儿子真好。因为你生完小孩以后，你身体完全调理过，哦，所以说生小孩，那这个比如你在生小孩之前，身有百病没有关系。你如果说在生完小孩那个坐月子中间，是我们好的医师在旁边帮你调理的话，百病皆去。好，哦，在坐月子的中间可以让你百病都去。好，哦，那这个。黄芩呢，哦，你看这个真泉他说热毒骨针，哦，往来寒热肠胃不利，哦，那这个所谓往来寒热就是一下冷一下热，哦，一下冷一下热，病人会感觉到这种热的现象。那长龙川的黄芩他说黄芩味苦，中多空虚，哦，所以看这个黄芩长得这个样子，哦，我使用非常的多，哦，它是黄色中间带一点青色，看到没有，一点青色，正黄芩，哦，一定黄的里面带有一点青色，你做假了还做不出来。好，好，它中间很空虚很多，诸位主席观察一下黄芩，有孔道，所以人参为三焦，是行水气的孔道。好，三焦主香火，对不对？好，所以火里面有那个很盛的时候，火盛的时候，我们黄芩可以去火。好，所有的火力呕苦有没有？黄芩为正药。好，这个药呢苦，而且颜色是绿的，所以它能够入胆。胆汁呢是绿色的，所以只要你听到病人说：“哎呀，奇怪，你老师，我的小孩子为什么大便出来是绿色的？胆汁。哎呀，我这个喂母乳奶水出来是绿色的，胆汁。啊，我呕吐吐出来是绿色的，胆汁。啊，绿的就是胆。那我们要知道是胆的时候，我们有黄芩，
黄芩就是黄中带绿。好，所以我们知道肝胆病势必要用到黄芩，要必要用黄芩。好，一定要用黄芩。那你想想看，肝经以经络来说啊，肝经是不是落了我们睾丸落一圈出去，对不对？所以你小便你说淋漓，然后那个里面五淋啊，小便很痛，你说我们除了一些去热的药，会不会加黄芩？当然会加黄芩啊。哦，所以用途很多。哦，所以这个唐龙川写得很好哈，所以你看它颜色，望它的颜色。那你如果哪天在山里面迷失的，你又胆结石又发作，对，你就找个草药，看起来绿黄色里面带青色的都可以使用，然后尝尝它，哦，这真苦啊，好，就是黄芩之类的药哦，你可以使用它。好，药蒸呢，它治心下痞，好，糖治胸胁苦满，吐呕吐下痢。这个心，这个是肋骨，这个地方叫心下。心下实际上，你如果把它心下再降个位的时候，心的下面就是胃吧，就是胃痞嘛，哈、哦，胃痛嘛，胃难过嘛，啊、哦，就是心下。那都可以使用啊、哦，呕吐啊、恶心都可以使用黄芩啊、哦。像我昨天到今天，我就吃了不少黄芩啊、哦，恶心嘛，好、哦、恶心啊、哦。那这个心下痞呢，啊、哦，往往是，比如说这个，你现在感冒了。就感冒了，你就发烧，对吧？发烧，这个微烧还不本来不是很严重，那中医看，然后这个病在表嘛，对不对？脉都是浮的，对不对？好，脉都浮的，按照《黄帝内经》，这个浮脉在表，我们开点发表药就好了。结果他在煮药的时候肚子饿嘛，还有点饿，还有点胃气在里面，就是跑去买个便当，那个便当是坏的，有食物是坏的，哎，吃下去后，那个坏的食物造成下痢。好，按照我们的原则治症的时候。病人有表症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攻下，不可以攻里，要先解表再去攻里。结果他不小心呢，一吃拉肚子，一下痢，这个表邪一下陷，就变成心下痞，原因就这样来的哈。那我们有五种心下痞，好，我们处方怎么开，我们在伤寒会介绍。好，这里是大家简单给你一个概念。那我呕吐下痢都是从这里来的，好，呕吐下痢都是。好，这里会有胸胁苦满吗？为什么？因为你表本来在表，一下瞬间通通跑到肋骨这边来，从太阳马上变成少阳，堵在那个胸肋之间，好，堵在胸肋之间，啊。那处方的时候，因为看大个体格的大小，哈，看像我你开个三钱四钱都没有关系，对不对？那个子比较小的开个小孩子的话开一钱，好，那个子中等的话两钱，诸如此类的，好，那这种药都没有毒，好，你开进去，好。这个呢，再来是枸杞，好，这个枸杞呢，啊，这个药切下来的时候，你看它侧面那样，就像一只狗，好，还有一个黄线在里面，好像脊椎骨一样，它是枸杞，好，这个好，这里你们注明一下。肝胆火，啊，下热力，啊，呕吐，啊，心下痞，啊，这都是主要的治症。枸杞。这个枸杞呢也是很多很便宜的药，很便宜的药。那诸位看它的性味，枸杞呢是味苦甘性微温，哦，它的主治呢是益气血强筋骨的，好，能够治肝虚肾亏，通通可以使用，好，老人的病，好。那你看看哈，前面本经的原文有没有？它治腰极强。关机缓急周痞好寒湿这个息痛婆利老人又一名叫做百枝。这关系呢就是你看那老人走路很慢动作关节很紧都可以使用枸杞。枸杞是滋补的药好滋补的药好强筋骨的药筋骨太弱了没事就可以煮一些枸杞来吃好。这个
真泉呢，他说这个你看脚软，毒风脚软，好肾气虚弱，续筋骨，好不易男子，他能够去寒湿，所以枸杞这个药，好是药性是温的，我们可以当滋补的药，常常可以开，好常常可以使用它，好。那尤其男人吃了，因为补肝补肾嘛，好，你们吃这种中药哈，绝对会比那个什么外面那个第四台，我这回来看第四台不得了，哇，那个很凶哈，那个都不行的，那个可能骗得了一半人，骗不了你们，当然更骗不了我嘛。对我来，他那边讲对我来说真是胡说八道，好，第四台不得了哈，那个太可怕了，好，那你不要去听他的，好，这个神农本草经上面的药。这个说可以滋补的药，的确是可以滋补，认为经过我们历代的名医哈使用的哈都可以用，好，所以说绝对没有问题的。那接着我们再看这个177，好，这个石龙瑞这个药呢，好，我们这个现代人没有人什么人使用了哈，没有什么人使用，好。那这个风寒湿痛立关节，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处方，很好的药，因为这药取得不是很方便，好，所以一般别的地方没有，它不够普及，不够普及哈。那至于说能够我们要风湿寒风湿关节炎的痛啊，关节不利啊，胃气啊什么，我们有别的药都可以，好，所以诸位看看我们有这个药就可以了，好，有这个药就，那后面呢？这味药也是很重要的，第178，好，白茅根，你也可以叫茅根，它也叫做白茅根，好，这药在这边，好，诸位参考一下，就长这个样子，好，很像以前那个竹扫把，扫把那个，好，你不要把扫把剪的拿来给人家，好，好，白茅根。它原名叫茅根，后来是白叫我们叫白茅根，因为它是颜色比较白嘛，哈。一般呢，我们白茅根是利尿剂，是利尿剂，啊，那利水，所以水肿的时候可以使用。它除了利尿剂以外，最重要它还有止血的功能，哦，有止血。所以说，如果说有一个人，他是同时有身体里面有出血，同时又兼有水肿，我们就会想到用白茅根，因为他这个药一个药是两种功能同时具备在身上。好，比如说现在有个人肝病、肝癌，西医很喜欢做栓塞，千万不要栓塞，因为你一栓塞以后呢。就啊，我要把它拿掉，拿不出来了，啊，只有一次机会。你一做栓塞以后，造成身体里面会出血，淤血球会逆流，好，结果我们来动手的时候很麻烦，除了排水药，还要去那个淤血，有时候还要帮你止血，好，那病人要用白茅根了。那如果说你没有做栓塞，身体循环还是很好的，我们在只要活血化瘀，然后排好。在一直清理你的大肠，保持你的肠胃系统很好，那你根本就不会水肿。你不要等到肚子很大再去弄，比较慢。一开始我们就下手，所以我在跟病人说，不要去做栓塞。做完栓塞有几个人活到呢？那西医很恶劣，做完栓塞以后，将来他又不那个闯了祸，他又不擦，他又不去擦屁股，等于是说，这个动作是一个治不好病的医生在前面。把病人的生路断绝了，这种动作就是栓塞，他没有机会了。好，所以你哪天你得了肝病，你不想活了，你去做栓塞，好，我保证你活不了。好，待会我们再继续讲这个白茅根，我们休息一下。OK， 我们继续下来。好，这个茅根，好，就是现在所谓的白茅根。诸位看这个本经的原文，他说。补中益气，能够除淤血，好、哦、利小便，好、哦，它的苗呢主下水，白茅根的苗能够利水，好、哦、鼓胀，甚至像积水的话都可以使用白茅根。它的味甘，甘味的药，好、哦、是肝胆生理，好、哦、生理的药，
所以你看他后面讲主治了，它是止血利尿的主很要很重要的药，功能止血、止吐血，能够行淤血，有淤血堵到都可以。好，那专门治消渴水肿，我们可以考虑到白茅根又不伤胃气。好，那同时呢，女人的妇人的月经，好，因为它能够行血嘛，好，能够活血化瘀。好，那那至于在张仲景在经方里面呢，他治症的时候还没有挑白茅根，好，白茅没有挑白茅根。那这个白茅根呢，你可以在经方里面这个同样的方子里面，你可以加白茅根下去。好，比如说现在一个这个一个妇女，那肚子痛，那肚子痛的时候，她每次月经来的时候，小腹鼓胀的一样很硬，月经走了以后，肚子就消了。好，那你在活血化瘀的同时呢，鼓胀很厉害，里面有水又堵到，你同时加一些白茅根，把肚子里面水一起利掉，哦，就是都可以做加减使用。好，那它本身是药性是稍微寒的，所以说胃寒脾湿的不能用。好，所谓胃寒的人呢，很简单，这个胃口很小，吃一点点，好，鸡蛋嘛吃个半个，啊，饭吃几口就饱了，这种胃寒啊，或者都不喜欢吃啊饭这种东西。都是胃寒，寒症的时候，如果你使用寒凉的药，所以寒上会加寒，啊，但是到寒极的时候，到极限的时候，又会转回为热，啊，转回为热。那179页，对不起，179味药，这叫做止院。我们有这个。哦，这个药呢，祛痰。我们治疗咳嗽的时候用的非常多，啊，张仲景呢也用的很多，好。那它的主要的性味呢，味苦辛，哦，又有辛辣的味道，又苦能够泻，辛是散，苦是泻，所以它。我们如果说肺里面有水啊，它还是一定可以的嘛，对不对？因为它是辛辣啦，好，可以散，那苦瘀可以泻下，好，肺里面有积水，痰好也可以，当然可以祛痰啦，啊，好，所以很多的咳嗽里面，除了本身我们要治疗咳嗽的话，要把痰去掉，或者要把痰要把水也去掉，好，那止院是一个很好使用的一个药，好，很好使用，那最主要是用在。这个祛痰止咳，好，那病人呢，如果有肺加病到严重的时候，咳出脓血来，或者是哦，这肺气不足，好，呼吸很短，都可以考虑使用这个止院。由于止院的性是温的，所以寒加的咳嗽，寒咳，好，我们可以用加上止院。那有肺癌，好，肺结核，名称不管，病名不管，要出现肺癌。寒症的人咳血哦，那个都可以使用，好，哦，咳嗽都可以使用止院。那剂量呢？哦，这个诸位看看这个止院这长这个样子哈，哦，它很轻，好，哦，你可以用1钱啊2钱，好，哦，好，哦，那严重的3钱都没有关系，好，哦，3钱都没有关系，哦。哦，第180味，我们称为紫草，好，紫草。这个紫草，诸位看，就是紫色的，好，这个紫色的，好，长这样子，好，看这里可能没有，对。这个一般呢，这个。专门是因为它是药性是寒的，我们专门是治疗热症使用，好，热症使用。那这个味道是苦味的，好，苦味的。使用的时机呢，我们治疗沙痘，出疹子，好，德国麻疹或痘疹、水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使用紫草，好，因为它的味
除了它有甘味，啊、哦，有点咸味，啊、哦，咸味，哦，有甘有咸，哦，那药性是寒凉的，啊、哦，寒凉的，所以热症的时候都可以使用。那过去呢，我们发恶疮、天花，好、哦、天花、麻疹，小孩子。